大家注意看，这个男主角叫做思思小可爱，有订伊副频道的人数，实在是少到有够可怜的啦。无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，大家实在是太凶了，拢还没订起来，我伫这拜托大家订起来，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，还有直播的精华。好啊，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Ferrodo，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隔壁詹教授，你看，哎，泰山的车，你看这个，耶呵，为什么要买？为什么要买那么多？它上面没有动，我也不知道它到底要多大。所以就是咱常讲的啦，先加买几座啊，对吧？哦，未使买太少，懂吗呢？可是好小，我买到大的啊，买到大哦。所以你看，我把电霸拿来的，就是我们要试一下。这一个应该是电灯，有没有看到？哦有亮吗？有哦，圆红的，红色的啊。另外再接，好，再接这个就是全部都亮，红里透白。我觉得红的比较调哦，红的比较调啊。我可以提出一个要求，什么要求？如果我里面灯不亮，只要亮外面的。哦，那简单啊，那就不要接就好了、啊。好，假设你一过电就发动，还是你开小灯亮、嗯，就看你要哪一个。对啊，换另外一个，换另外一个，看一下。那这个是有这样的货，但是这样应该是亮灯，有没有看到？我这就跟那这个就是圆弧形，有没有？你看地面，哇，这样呢？黄色，黄光，黄光就是方向灯，可以这样。嗯，哇，可以打灯就这样。嗯，啊，不打的就是亮着，日行灯。雾灯哦，要擦夕阳了。哦，最后较光较用怕，反正泰山免惊啦。我足惊，免惊啦。假设十个甲你拍，我过就帮你处理五个，我讲过啊。对啊，五个拍我，这是要边做边食饼，这边烘我烧，安尼个粗都硬硬扛啊。到时候这个就直接把它埋在里面就好了。主要是你是斜的，如果是装在是平面的就不用了。别再修边啊嘞，修边啊这里蛮恶嘞。我看那边挖掉的话，是不是就卡不住了？就是你挖，就是只能挖这样，哇，半圆形这样起来就好了。这个洞就是插那个卡榫的而已，哇，是卡还卡榫，也还有三 key 啊你啊。好了，就决定了，就这样，我们就先挖，挖了之后我们放上去。洞要在对，这个洞是这样，对，不可能挖到这里，对，这样不行，到时候卡不住。假设好，这个是中心点，我们要挖这样，我们到时候用我修那个粗的 key， 好，就这样。被归嘞，好，他基本上说，等一下啊、哦，他刚歇位了，收起来啊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嘿，歇，歇，只能靠出一个弧形而已，哇，你看这样有好处，失败了没有？撞过去没人知道，我用那个气动的好了啦。会登记哦？不会啦，这铁的都记了呀。哟，要手摸你的头，你会记过镜头哪个？哎、欸，我现在没哪个，我不是转一圈了。边过来看啊！啊，我怎么看起来是椭圆形的？知道吗？我这边看是圆的，看是因为你的那个是歪的。好，有没有修修修一修？哇！你还是说不要挖那么大，来，好像错了。怎样？刚应该挖一个这么小的就好了。你说这个小，这么小的，直接下去就是这样，放在外面。啊，另外一颗嘞？不，你讲。我们又不是要装那一个。可能差不多、啊，你看，挖一个小的这样就好了。可是哦、喔，
这有个坏处就是，那因为它会漏水，不是漏水，不是漏水的问题，因为你的是斜的，所以我们可能就要稍微想办法把它垫平的，变垂直啊呢。它是有一个对对倾斜的，大胆假设嘛，小心求证嘛。这样过来之后，这个柱可以装吗？这边也要稍微弄一点掉，度掉啊，一点点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大概这样，照例过去，哎，卡起来，是不是有比较低？对啊。所以这样凸出来不好看嘛。不要看起来是整个形的。好，啊，这样修正过来我有。对啊，还有几个的话，那画一下嘛啊，切掉的话。哎，这边位置要对啊。没有，也就一颗而已啊，只有一颗。啊，你就一样画葫芦，不是这样哦？这样好了啦，另外一边装这个。你们都很喜欢给网友抛票选，左边左边好，右边右边左边好。我不是阿呆啊，我谢谢。差不多了，你看。其他比较简单，但只要这两个卡榫，只要过了去插住卡住的灯就不会掉了。啊，这坑这样啊？这坑。对啊。拍垮呀，最好看得到，洞大不大？洞大不大？最好你看得到洞大不大？没有洞。厉害了吧？估计嘛是看不啊。估计可能还看得到。你看还可以这样。哦。好像很厉害。方向灯呢？自行灯你要怎么用？真正的自行灯应该是，就你发动了它就要亮了。找你的引擎室的发电师，只要是一过电门到通电的那一刻就可以接了。雾灯主要是开关按的太亮，方向灯就打方向灯不用讲了。好了，就定位了，找电线接上去。阿杰要涂黑吗？我等一下帮你喷漆。远看大美女，近看丑八怪。为什么要挖洞？你那个卡住了，有吗？你看呀、啊，都立啦，没过啊，一立惊啊！你说怕把你切断了，害我都切小一点。可以了吧？哇，进了吧？哦，进了，进了。看了，切断，过了，过了啊，过了耶，不你惊的啦，这个都过啊。再看一下哈，慢慢修哈，不要修过头了。别办法，好小个。感觉要大可以，先这样。先这样，好。ACC 的是过电的，我先去拿电笔。哎，没有转的、啊，靠背。有电，我先测试一下，这个没动，对不对？嗯。可是有些保险是它是走负极的。你现在是要找没有电？过钥匙才有电的、啊，这负极比较简单，这样就负极了。嗯。如果你要的话，要方向灯就要找方向灯的电，把它接上去就好了。就可以调，可以稍微调一下，有啊，有动啊，变高了、啊，表示我成功哎。为什么啦？你的车怎么那么奇怪、啊？你现在要找小灯，我就接到小灯就好，小灯开那里开的、啊，就小灯了吧？小灯帮我开一下，哎，上面有小灯啊，这个小灯啊，哎，是的，哎呦，这是不是你的车啊？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开小灯的样子。我刚才叫你闯的，可是这里不会亮哎，为什么？咦？那为什么现在会亮呢？怎么可能？方向灯都亮了，亮了就不见了哦。再一次哦。哎，出现了耶！出现什么？这边的亮了，啊，那边呢？不亮。
你的车嘞？你的车都不知道了，我哪知道？在装反是搞不好就会。真的假的啦？是不是？那方向为什么不会亮？其实我们接在方向灯那条线就好了。对啊，可是你这边很难接啊，你这个位置太小了啦，我撑不落哎。好了，我先接这个好了。弯进去了，弯进去了，弯进去了。哦，很靠谱，亮了，亮了。我帮你改好自行车了。那么刚好两边都没有插中哦。假设这样，一开始你插这样，后来我再注意看它黑的上来，我们叫合体，合体。哎，怪怪的。有，有，有了哈。也不对嘞，上次我们接，为什么没有网友跟我们说太太你接错了？那有日行灯没有亮，他是没人知道，没人知道，害我们都蒙在鼓里。还有我们今天阴错阳差插错了，阴错阳差，阴错阳差插错了。这个雾灯不能随便开吧？我这样子看哦，就感觉已经很亮了。可是这个不能关嘞，目前是不能关。小灯关掉它就不见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。大灯，哎，等一下，怎样？都亮着，它都亮着，它不会灭啊。小灯呢、啊？有亮吧？大灯，全关了，就很正常啊。嗯，开自动大灯亮，它就全亮。对啊，好可怕啊！太酷了、啊。没关系，你先这样。万一一直被闪灯的时候跟我讲，我们再改。这样可以吧？我很客制化吧。原灯，开启被打模式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其实你这样出去，你知道是什么？是你会不会被打而已吗？你现在是有开雾灯，都被打、啊，就会被开单了、啊。开雾灯的话，我要找墙壁啊。你要是那个高度吗？对啊，是。那我们去你楼下可以调的，楼下这边有墙壁。我的大灯嘛，几灯？我现在大灯讲嘞。对啊，我的大灯光很奇怪，一边高一边低。我们先调我们改的，是要调低一点。好啊，你一样了，这样永远不会吃到别人眼睛的。好，来，阿瓦雷贡，我们可以这样哦，这样会刺眼吗？不会，因为它灯光灯是往下照。你说你大灯顺便调啊，其实差不多啊，驾驶座低一点，啊那边高一点是正常的。它不是应该是平的吗？你的最亮在这里啊，啊这边是应该是你的鱼眼凸出来的，这是你鸡凸的地方。你帮我看一下啊，我先顺时钟转。有变低吗？它是滑牙的，不会动。有动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动啊。那这边会动吗？没有嘞。假的。对。不会动。还不会动就不要动了。好吧。反正你们要被刺激，用怕的话。这样会被刺激吗？但你开那么久了。可是我觉得这边比较高哎。哎、啊，这边本来就比较高啊。会车的时候一般来讲就是这边会比较高，因为这边是打外面的啊。我尽力了，你的灯真的没办法。好，谢谢。耶、yeah, ，改好了。我们今天其实很简单了、啊，我们改了这个两个皮塞，再来就是因祸得福，我们改了这个，这有了有也亮灯，也算我们这次改出来的吧。本来要改方向灯呐、啊，后来改了之后打的是一起，后来如果要的话就要拆这一边啊。车主没有特别的要求，我们就算了。如果要的话就是要拆保杆呐、啊，还有这个手动在室内做的开关啊。其实也不要再改方向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野马就是要这样哒哒哒哒。好看，结果你哒哒哒的这边再铲一个，哇！第三组，你想象一下，圆的啊啊嘞，圆的，是不是怪怪的？我弄给你看，我是这样觉得啦，有没有？啊，你要叫圆的，圆的，圆的，是不是很奇怪？所以我觉得你不改也是对的啦。水嘎啊，当初我不要用，捡多球。有啦，照在地上，其实照地上应该比较不会被人家。搞不好红色应该还蛮好看的、欸，好像红色会比较。或许啦，比较屌、啊啊、好了，反正已经装好了，耶、yeah, ！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，耶、yeah, ！你再拍一下好了，耶、欸，这个给水你当初不接掉。那你觉得这是最难的是哪里？
装这些都还好，线不好接了，你这个空间太小。不是拉康，拉康也还好了，拉康也是真的还好。哎、欸，你之前不是说要用水力控一搞、欸？其实不用，你根本就看不到那个洞，你看得到吗？看不到啊，看不到啊。它、啊、这样水不会进去，哎、欸，其实没差。你这个就是让，你这个让水进去的、啊。Fer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哎、欸，泰山啊，你我看看你安尼，顶会这白、这黄的，就带蓝光，啊，都一个迄正黄色的，足水色的，那呢？啊，这直接我看到比赛了，你嫌太小、哦？就应该安尼，美国都是很大嘛，这样子。好啊，好啊，你嫌哦？但是要。较大诶，哇，头那钱是比较大坑啊呢，都帮我钻洞了，然后。不紧啊，甲你嫌你该进步啦。哦，等我。等你好啊。等我。等你。想办法就。等你只变大了。想办法。想办法，把它涂一些水，然后让它长大这样。我还是比较养那个。好。